再来，我们要来制定一下自己的东，就是那个材质哈。我们刚刚没有错，它里面是不是提供很多材质？好，比如说你看，我们找找我们房间，你看这个卧室好了，好，卧室这里面有那些床啊，对不对？棉被啦、啊，反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怎么样制定材质？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个这个好了哈，把这个我把它丢出来一下，假设这边要做那个卧室的，好，拿过来进来一点。这个刚刚我们墙壁啊那些都有用过了，但是家具可不可以制定？可以，你一样按右键，好、哦，或者是点两下，咚咚。有没有找到这里有所谓的纹理跟材质？纹理原则上就是整个模型都用同一个，但是材质的部分呢，它就看每个模型，有的可以个别指定更细的，好、哦，更细的。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，你看我进到这个材质，点进来，我先放旁边哦。把它点进来 ，OK， 你可以发现，哦，我这里有，你看，点下去，其实正常要滑过去就会看到哦，但是我现在比较慢一点，你滑过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亮一下，有看到吗 ？Pillow 是什么？枕头对不对？哎，枕头可以换颜色，然后呢，你的棉被也可以换颜色，你看滑过去有没有亮一下？在模型这边有亮一下有没有？哎，你就可以针对这个棉被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喜欢的纹理。可是万一我的没有在这里面怎么办？有的你总不会想要盖这种的棉被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哎，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找什么，找你喜欢的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到这个 Google， 好，找图片，有人就喜欢 Hello Kitty 的啊，他觉得盖这个比较舒服啊。好，你就找到你要的，把它点一下。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包装纸的概念了，了解吧？哈，哎，你就看你要哪一张。假设我要这一张，我就按右键把它存下来，好，另存影像。好，我们存到这边，你自己记得一下就好了，哈。好，存好了，然后我就回到我们的 Switch 3D， 在这边选择插入。然后找到你的图片，我现在用的是标准方法，好，标准的方法就是直接从这样找给你看，其实用拖曳的也可以。好，在这里找到了 ，OK， 进来了，有看到了哈。好，下一步，其实我喜欢使用 3D， 就是它是蛮开放也蛮灵活的哈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在这里，请问到底这一张我们讲的贴图材质到底要多宽多高？如果你想跟你的棉被是一模一样的，那请你看一下我们左手边这里，有没有发现我们棉被的宽度是多少？有看到了哈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拉到旁边了吧？因为呢，如果你想进来就是跟那个一模一样的，我就把宽度或者高度设置跟它一样就好了。因为如果你比较小，你看预设值都是20，这样子它就会看到像这样，也就变得比较小，然后变重复出来。好，所以我把这个地方，其实这样的方法都一样哈。那通常因为我们用可吸式版本，这个作者他其实有多放一个叫试验区，你可以放在这里，待会要修改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我就这个宽度我就设成 144.7， 这样就会跟我们棉被一样大。好，确定。请问这里有没有变啊？有的哈，这样你知道它好玩的哈。哎，你看。确定，啊你，这样晚上睡好像比较好睡，对不对？你看之后那些女生哈、哦，实在是这样就那么满足了。那万一枕头再换下去，不就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好玩是这样。那你看这里面，如果你想要挂一些那个图画啊，我们这里面也有，或者电视的画面，我们刚不是有摆一个电视吗？电视的画面也可以换呢，换成你要的画面。好，比如说我先找一个画好了哈。好，你看还有书哦，它里面其实有书。你看这个，好，壁画，哎，用这个把它丢进来。假设你要挂在墙上，比较文艺气息的，有没有？坑来家，哇，坑这，可能小朋友会睡不着。好，那我刚刚讲过，就是如果你要做微调，你可以按键盘上的方向键，有没有？这样也可以做微调哦。好，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。OK， 那一样点两下，咚咚。有没有一样叫材质？
进来，哦，框框可以换，然后这个框框的内容应该这个画作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去找你喜欢的，来这边，还在 Hello Kitty 吗？不要啦齁，我们换一个。啊，皮卡丘。抓太多宝贝了齁，来，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把它按右键，另存影像。好，那现在一样回到这边来，选择纹理，不要这一张的，自己找。那我这次用偷懒的方法可以吗？来，你看，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。皮卡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动作快一点哦，放进来有没有？丢进来，看得到就算了嘛。反正也没啦哈。反正你也可以用这个，好啊。重点来了，请问要多大？通常我比较少会这样子再来啊，因为这样后面不能动，所以平常我都会稍微把它拉开啦。像这样，我会稍微拉到旁边，像刚刚一样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知道，不然你就先记住100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如果你不要100个位，可以，你也可以后来我再来调整这个画的大小都 OK。好，这样就只好再来一次啦。好，这个。皮卡丘一样进来，所以这个100。那通常我会把它放在就是实验区这边，因为如果万一你真的要修正，还可以很快就找到它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放在实验区，有没有发现它都放在最前面？所以以后我要改这个材质，我就会很快就找到。好好按确定，确定，这样晚上你就梦到它了吗？可以吗？墙壁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墙壁可不可以？当然也可以。小朋友有那种墙壁全部都是那个的。我只能跟你讲，这样晚上不好睡而已。好 ，OK， 还给你。